是我的小啊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住苦的赞美，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美。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美。在才艺方面的展示，刚才我说过，这轮表现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投票的，所以在表现的同时就有人已经去偷偷准备了，他说表演之后我们要替自己的队伍拉拉票。接下来来到场上拉票的是沙溢、王源。糖放多就会太甜，要咸就要多谎言。菜下锅就要趁热，趁热才不粘锅。葱姜蒜把它切碎，完成配料的滋味。哇，好帅！不会做菜的人最可悲，反正吃什么都美味。饿了只能流干眼泪，别问不做菜的人，伺候下厨的人，只问情谊懂几分。别说你能会疼人，如果不懂心有多深。会做菜给你的人，爱你有多深，就足繁忙了无痕。他早已付出了灵魂。我觉得特别有心，因为一般模仿不会重新写歌词。我刚刚看到歌词也写得很逗。我早认识你们，我就可以同时跑好几场演唱会，跑好几场演唱会。好，你把那二线城市的给哥留着，我要三线城市。哎，我觉得有几个动作你们学的还是蛮有神韵的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亮相？是这样吗？还有什么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用拉票吗？因为你们一直在掉票。
你来个原版，如果你拿着吉他演唱会上动作是什么样的？哇，因为哇好久没看见了、哎、因为我说好以前弹吉他的时候都会，反正我觉得这样顶着是舒服点，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姿势。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小圆还能模仿得更像吗？啊、还得插兜吗？插兜怎么插？插兜得帅帅了。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摆 pose 的人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会摆 pose 的人。行走的 pose。10年前吧，反正那个年代，就拍照的人好喜欢，能不能动作大点，动作大点。那所以其实我呢，我本来是这样的，换个动作行不行？再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其实这种事情主要还是看脸了，主要还是看脸了。啊，对，还是看脸的，真的真的。所以阿加莎跟霆锋其实平时处的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私下模仿过他？因为真的还蛮模仿霆锋。哎，对，会不会？标志性的，你来给我看看。对，那个眼镜。啊，墨镜啊。为什么鼻孔要放大？对，所以霆锋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他常常很认真的时候，他鼻孔就会放大，他鼻孔就会放大。我们谁也不会相信谁。我输了。好，继续来拉票。我知道小圆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因为一定要赢，对吗？一定要赢，真的。准备了什么？薛老师的歌，啊，芊芊的歌啊，对，绅士，麻烦把你的眼镜和风衣借我们队长试一下，穿上。哇塞，来，把眼镜脱几个，脱几个，对，给一个，不然变成了霆锋版啊，给一个，给一个，来，小云，你跟我一起唱，眼镜，哇，好。我就是要把动作做出来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假试探吗？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哇 ，MV 来了！背后抱了一下。试图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干嘛要绅士变成泰坦尼号啊？好，现在拉票，我宣布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我好担心我们这队啊，我也觉得有点悬，但是所有的表现呢，观众都看在眼里，看一看你们支持哪一队，哪队获胜的话将会获得下一本我们的食神秘籍。来，各位请拿起选择器，这一轮观众投票开始。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手机冠名，王牌补水快享水润，温碧泉一号水邀您参与节目互动，补水就用温碧泉。本节目由好口腔吃出幸福感的云南白药牙膏特别支持。这一轮观众投票开始。183票，对于这轮获胜的是祖蓝率领的
厨神队。好，马上呢就要开始来抽取这一轮的这个食谱了，来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。哇，我们又可以选一个菜单了。这轮要助力选一个吧。还有二号和几号？二号和四号。四号。选择四号。好，不能打开看。四号的。接下来我马上。